蔡姐，好久不见了，可以这么像啊，各位朋友，好久不见，是哇哇，简直是一模一样的、啊。嗯，君你呢？从3月18号离开这个舞台，将近半年时间，半年的时间啊，都没看到，因为忙得到处巡演啊。是没错。君敏今天回来呢，参加我们今天的特辑啊，是中秋节特辑。观众打第一棒，一打开电视一定吓一跳，惊艳。没错，你没看错人啊。对，就是蔡琴本人。太像了，非常热闹一下。对对对，第一棒就这么精彩，那接下来今天节目呢，可以期待了。是，观众赶快投票了哈。对。